Hello，大家好，这里是惠子。然后呢，这一期我想录一期，就是我就是日常化妆，然后跟你们再唠唠嗑。就是因为我不是美妆博主，化妆也不专业，就很多人说想看我日常怎么化妆的，然后呢什么的，然后呢顺便再跟你们聊聊天儿。然后，就这样吧。我现在是素颜，也没有开美颜，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有个视频，有人说我开了美颜。我真没开美颜，我不知道怎么开美颜，就那种美颜相机它会降低画质，所以我就不知道视频该怎么开美颜，就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我真的没有开美颜。你看我脸上痘，然后呢，我现在是素颜，然后呢，刚才抹了基础的护肤品和防晒，就是化妆之前我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提前抹防晒，因为化妆以后再抹防晒会把那个妆面给破坏嘛。我用的就是安耐晒，安耐晒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就是我用什么化妆品，你们也不一定要借鉴。我化妆也很随意，就随便看看。然后呢，首先我先上一下粉底，用的是这个牌子叫 Fenty Beauty，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它是那个蕾哈娜日日的牌子，我之前也没听说过。然后在美国那个丝芙兰逛的时候，我就各种试嘛，试了以后我就被惊艳到，就这化妆品怎么效果那么好？妈呀，忘了件事儿，忘了把头发扎起来了。我真的太不严谨了。就这个遮瑕力啊，然后呢还特别自然，遮瑕力特别好。这个色号对我来说也差不多，我觉得我现在白了点儿，之前稍微有点白。我真的很随意，千万不要讨论我的化妆技术。把头发扎起来，以免弄到头发上就尴尬了。要不要戴一个？这个也防止弄到这个上面头发上。但是我这样真的很丑。没关系了，没关系。然后你们如果想看我护肤步骤，可以看我之前的护肤视频。我已经在无数个视频里说过，我之前有过那个护肤视频了啊。就是不要再问我怎么护肤了啊。然后嘞，粉底抹完了以后，我刚才把这个美妆蛋已经提前去打湿过了。就是美妆，我是平常用美妆蛋上妆，觉得比较自然，然后呢比较方便一点。打湿了以后，因为我皮肤稍微有一点点干，所以呢打湿以后更贴合。哎呀，我真的今天画的比平常还烂。首先我就是黑眼圈太重了，我平常但是我有遮瑕，但是我就懒得用，而且我比较喜欢自然一点，所以自然一点呢，一般情况下就会还是会带一点黑眼圈吧。块儿，我怀疑这个视频会不会很长啊？如果化妆的话，它这个妆效真的还蛮好的，我就这么随便拍了几下，就这两边皮肤还是能看出来一点。而且我这个上的还挺少的，没有上多。有一次我妈就试我的这个粉底，她就抹了一大堆，哎呦我的妈呀！然后结果就是显得很厚。就其实这个很薄很轻，就粉底上的时候，一点点上，一开始不要上太多。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你再慢慢加。就是除非你是喜欢那种夸张一点的妆效啊，或者是遮得很严实的那种，我是比较喜欢稍微自然一些的吧。像我额头我都不会盖全，因为上面正好稍微黑一点，正好当遮瑕了，多么方便的自然遮瑕。如果可以戴的话，最好是眉毛底下这一块可以戴一下，显得眉毛更干净一点。哎，有点纠结，我要不要黑眼圈上面再加一点点？再来一点吧，就真的只上一点点就够了，感觉。哎呦，我其实是就是平常买化妆品啊，就虽然不会买特别也。特别特别就是那种随意的牌子，但是也不会特别讲究要买多大牌子，所以就这个化妆品，这个粉底算是我买的比较贵的那种类型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是真的效果好，就是惊艳到我了，我就必须得买。而且这个每次用量就用那么一点，其实也能用挺长时间的。下一步要干嘛呢？下一步。我也没有严格的遵守过，就是化妆需要遵守什么，我就画一下眉毛吧。这个是一个三合一的，有这个眉笔、眉刀还是什么？
眉笔，这里面还带了一个眉粉，还有一个眉刷，这日本的一个牌子的，就是长这样，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什么，鉴于这不是一个专业的美妆视频，就我真的画的太随意了，哎呦，我觉得说到丝芙兰，就是我那个 Fenty Beauty 粉底不是丝芙兰买的吗？中国的那个丝芙兰里面好像就没有 Fenty Beauty，就是我。感觉就中国和美国的那个丝芙兰还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的丝芙兰里面有很多品牌它是没有的，而且比较让人害怕的一点就是我购物啊买东西的时候很害怕就是被柜姐追着就问你要买什么，然后呢我们有什么促销，我们有什么活动，然后你适合买什么，你想买什么。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跟人家说我就是自己看看，你就别，然后他人家就知趣了就不跟着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好几次去丝芙兰，就是现在丝芙兰的导购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热情，就有点像以前那种屈臣氏那种感觉，就一直跟着我，我就很害怕。就算就那种情况下，就算我真的想买什么东西，我可能都不会买，因为我就会害怕会不会是因为我就是不是真的想买，而是说是因为害怕它的压力我才买的，就不会去买了。然后就是说粉底上面不是一般先应该要定妆吗？我就比较懒，我就，有的时候不定，然后就最后什么腮红啊、什么遮瑕啊都，阴影啊用完了以后再定妆。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这个说出来我都怕你们笑。这是之前名创优品买的一个蜜粉，但这个蜜粉效果是真的挺好的，就我就一直在用。你就，它这个就是特别哑光，然后。定妆效果也还不错，你看这两边，因为我脸比较容易出油一点，而且我什么都用这一个美妆蛋，就这么乱涂，我真的是，我的化妆毫无借鉴可言。然后呢，这个嘴底下也稍微打一点，因为我嘴容易出油，就不是嘴，是嘴底，然后还有额头这块稍微打一点。就会有一个稍微哑光一点的妆效。下一步我打算用那个修容，这个其实应该有个外壳的，这是买那个 ColourPop，就是那个卡拉泡泡他们家在美国买的一个修容，我也是用这个美妆蛋直接就随便打。然后呢，因为我的颧骨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有很多人会打到颧骨下面，显点瘦这样。但我不会那么打，那么打反而就是凸显了我那个脸型，就是颧骨凸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会打在稍微就直接打在颧骨上面，这样反而显得颧骨小一点，然后脸型反而会更饱满一些。然后再稍微底下打一点，就是显得脸小一点点，让这个轮廓明显一些。但我化妆真的是随缘，其实每一天都不一定，真的就这样。是看情况吧，看心情。我感觉修容还是有用的，就看着脸真的会小一些。我有时候又担心脸画的太小，又有点太假。哎呦，它应该有个外壳，它那个外壳要买，我就懒得买了，我就干脆直接用。然后它这个是买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塑料壳，我就一直就把它装塑料壳，就一直没有把这个塑料壳扔掉。额头也可以稍微来一点，显得脸小一点。然后呢，感觉我的发际线堪忧啊，就还挺随意的。下一步我来上一点点的腮红，我好像还没有画眼睛，不管了，先画腮红吧。然后腮红这个是美国那个 Western Wild。就是石榴岩，他家这个腮红挺便宜的，很平价，但是颜色特别好看。之前还给我朋友带了一个，就特别好看。和那个之前试的那个贝玲妃，有一款它那个特别火的腮红盘里面的那种珊瑚粉，然后带点闪粉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但这个平价不知道便宜了多少，还特别好看。
我是不是没画上啊？画上了吗？再稍微加一点点啊，尤其是这个镜头还比较容易失妆。给你们看一眼，我都是直接用这个里面的刷子。虽然我其实是有一套化妆刷，有两套化妆刷。之前朋友看我没有化妆刷，然后呢，之前比较想要化妆刷就买送给我，然后。我一开始用，后来就懒得用，因为老要洗。然后我如果看着我的化妆刷脏，我就想洗。然后每次用完都洗，我就觉得太麻烦了。妈呀！刚才那个修容没有画鼻影，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鼻影！哎呀，死亡鼻影！我这个死亡画法，我平常我敢保证，我平常没有画这么死。但稍微把它蹭开一点，就这款修容还是挺自然的，就是它没有很颜色很深，所以稍微画重一点，对新手比较友好。两边还是有点区别吧，这边鼻子立起来了，鼻子要从这个三角区开始打，就会显得整个眼眶沦陷下去。还有就是鼻头这里要有一些，最好是就鼻中间，就是不一定要给它一条直线全抹上。就是那样容易显得比较假，比较死，反而中间留一块空的会更好一些。然后有的人喜欢那种小圆圆的小鼻头，就会在这里加一道阴影。还有就是稍微画这个鼻影的时候，带一点点眼睛前面这块，带一点点眼睛，然后就我有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当眼影的那个打底色。就是很自然的显得眼睛，陷进去那种感觉。我真太随意了，我就是能拿手，我就不用工具的那种，太随意了。有区别吗？我怀疑这时候会有人说，画的是不是跟没画一样，没区别。其实有点区别，皮肤好一点，然后稍微立体一点，就是要就是这个自然的效果，女生应该懂。然后这个是我稍微比较贵一点的，这个是 TF 的一个眼影盘，这个、不是我的，其实是当时给我妈买的。然后呢，我偶尔也就用用。这个大牌子眼影确实是，就一用效果就知道还是不太一样，一用效果确实是比别的好一点。它这个黑色就是画眼线的特别黑，我一般就不用。这亮片我一般也不用，因为内双嘛，内双画亮片也看不出来，还容易显得眼睛很奇怪。这个粉色和这个，就是这个我一般用这个打底，然后用这个提一下亮。看我用的这个刷子都是眼影盘自带的，我明明有那种专业眼影刷，但我就懒得用。就稍微带一下这个橘色就行了。轻轻的，就是画眼睛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眼睛皮肤是很脆弱的，要不然平常用着那么好的眼霜，化妆的时候去把它使劲搓，那不就白用了吗？然后自然一点，我就不用这个粉色了。今天我用那个，哎呦，我用那个，我有了一个在，我也在美国，也是随便在那种美国的那种当地那种药店买的一个平价的眼影盘。比较大地色偏红棕一点那种，我就用一下这个颜色，稍微加深一点就行了。我真是太随意了，有的时候你如果想自然一点，就用直接用深一点的眼影当做那个眼线，就不要就不专门画眼线那种，就比较自然。我感觉这个视频要很长，我得快一点。内双画眼影其实真的还是挺容易画不好的。我一般呢就是涂一个就是基础打底，然后再加深一点，稍微加深一点就行了。因为内双。画多了反而不如画少，因为反正也看不见，画多了反而容易显得就很脏很乱。
有的时候会用这个，这也是美国随便买的一个那种眼线胶笔，不是眼线胶笔吧，叫什么？是眼线笔吧？然后嘞，就稍微这块儿，稍微尾部加一点点就行了。我昨天试了一下，发现尾部加一点点，加一根线，确实眼睛会显得好看很多。我以前都是不画眼线，直接拿眼影加深的。蹭一蹭都不怕，就是把它蹭自然一点也没关系。那这种就比较粗一点，这个画出来的线比较适合新手，或者是自然一点、随意一点的。最后让我们加一下睫毛。他们都说睫毛要从上往下看，这么加会容易加得很翘。我一般也不刷睫毛膏，因为我实在是刷睫毛膏技术特别差，刷出来就会很容易苍蝇腿。然后他们说买那种很小的那种，像某韩国牌子某诗风吟，它那个小小的睫毛，睫毛膏，但是我也懒得买了。然后睫毛也很容易晕嘛，这种东西。但其实那种真的画得好的话，画下睫毛，有下睫毛就是显得眼睛会特别大，特别好看。还可以吧，假的，有一点翘。我好像离得太近了。然后呢，最后这个是 NYX 在美国买的一个定妆喷雾，这定妆喷雾我觉得挺好用的，配上这个粉底，这个粉底还有就是那个蜜粉，持妆就很久。一天下来，我有一天去跳舞，然后妆都没有掉，就是闭上眼睛，离脸稍微远一点喷。再等它干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头发放下来，稍微正常一点了。差不多，哦，我好像没有画口红，就是我一般，你看可以看我本身唇色就很深，所以我一般可能有的时候就不画口红，涂个唇膏就好了。最后嘞，今天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出门前还会带就是首饰，这个是前几天新到的，这是一家我挺喜欢的店。它是他们家主要是做微信，就是那种微店，叫这个名字 Josie Studio，到时候给大家发评论里边吧。然后呢，买了一些像这个项链啊什么的，还有几款可以有一个那个耳环，送给我妈，然后平常出去可以戴。一会儿给大家拆，我都拆了以后给大家看一眼。好啦，是首饰我全都拆开，然后戴上了。看这个项链，这个哇，这个戒指。就是上面是四叶草那种感觉。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部追完的那种日本动漫就是《守护甜心》，你知道吗？就一直梦想着有一个那种四叶草的项链，像它那个锁似的那种。好久没看了，第一季也是最后一部追的100多集的那种动画动漫，好好看。他们家我真挺喜欢的，这个项链也就100多块钱，也不是特别贵吧。然后他们家像这个。很多东西，它们材质都是很好的，925银的那种感觉。这个是不需要耳洞的，像我的耳洞前段时间发炎了，我就虽然也有，就是可以戴，但是就是不太敢戴了。这个我还买了一个这个送给我妈妈，然后我也可以平常戴一戴。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好看，我妈也特别喜欢。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两边都可以戴。然后我这个是就是耳骨夹，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耳骨夹，在他们家看到，他们家有很多款式。像这种耳钉，他们也有那种耳夹，就是没有耳洞的人也可以戴的。所以，但是为了就是我妈也可以戴嘛，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耳洞嘛，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就耳骨夹也好好看，这个蝴蝶结，然后蝴蝶，然后底下有这个，有种很高级的感觉。最后就是手上，他们家真的很全，有那种项链、耳钉、耳骨夹、戒指。这个戒指是不是星星？应该是冲这边的。很多人还发现我新做的美甲，对不对？泫雅风的。还有就是这个手镯，我妈也特别喜欢，到时候我们俩都可以戴。这个有一点偏金，对焦对焦。哎呀，觉得好好看，特别闪，有种那种
阿波罗，你知道吧？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哦，想说的一个，跟大家讲一个搞笑的事情，就是像关于戒指，我之前那个，就是之前合生汇那个 vlog，大家如果看过的话，那个和我一起的好看小姐姐，她是戴6号的戒指，我就戴试了一下她那个，我完全戴不进去，我手特别大，特别大只，然后很糙，很大的骨头，就很，哎，不是正常女孩子应该有的手，然后。那小姐姐戒指，然后我就买这个时候，我就跟那家店说，我就说，我试了一下，然后他给我一个尺码嘛，我就量那个 size 啊，量手的宽度，我觉得我就应该戴9码，小姐姐戴6码，然后他说9码不可能，我就应该就顶多戴6码或者7码，然后9码的话，正常情况下肯定会掉很松的，但是我就觉得。不不不，因为小姐那个6码，我就真的戴不进去，我连小拇指就是只有小拇指能戴进去，其他都戴不进去那种，所以我手指真的特别宽，特别粗，所以我就最后要的是8码的，现在戴着正好。你就看这个中指，哎呀，关于为什么我要戴中指，因为我这个指头太粗了，戴着不好看，你知道吗？就是连8码的我这个戴着都有点紧，我的手指真的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大手烦恼的小女孩。然后呢，我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出门了。北京真的好热呀、啊！这个耳骨夹呢是只有一只耳朵的，就这样露着也挺好看的。那就这样了。这期视频稍微有点的长，感谢你看到最后。我是惠子子酱，之前我好多视频被人盗了，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哦。我是惠子子酱，我的 B 站是惠子子酱，我还有其他的视频，在快手、抖音。然后，今日头条偶尔也会放，但是我还没有弄好那个平台。还有就是微博上叫乔小乔惠子，她我是也想改成惠子子酱，但是不好改。然后最后第二个乔是改成繁体字的乔，我会打出来。还有就是，像有一些视频，很多其实就是被人盗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留意一点，关注正版。拜拜。